嗨，大家好，感谢大家的关心呢。我跟我的父母呢，已经联系上了。之前呢，我看今天下午发的视频，还有一些网友在问我，看来没有得到这个消息。我之前我在推特上面，还有 YouTube 会发一些文字啊，我也说了，我跟我父母联系上了，是感谢大家的关心呢。我现在呢要准备开一期，我的眼镜刚刚洗完眼镜，用水冲了一下，我现在准备开一期新的这个系列，叫什么呢？我都跟五毛有话说啊，我和或者大家可以贡献一下这个名称啊，这个系列的名称，我跟五毛有话说，还是我对五毛有话说啊？还有我和五毛有话说。怎么确定下来？或者你想一个别出心裁的一个系列名称呢？反正主题就是我要回答五毛的问题，我要一个个回答，对不对？我这几天我隔三差五，我一有空我就要回答，因为五毛不是有经典的问题嘛？说什么？你说这个中国共产党腐败，咱当官的都腐败啦，贪污多少啊？然后五毛经常说，美国也有腐败，日本也有腐败，加拿大也有腐败，对不对？天天五毛经常这么口气嘛，凭什么就说我们腐败啊？我告诉你，五毛啊，当然有一些自干股啊，自干股，跟你们说啊，这是有区别的，为啥啊？因为中国腐败贪污的钱呐，太多了。官员呢，贪污的也太多了，这就是什么？就是党嘛，对不对？就是说多和少的区别。你看看美国这贪官有多少贪官？我问你，贪官贪污了多少钱？你告诉我，没多少钱嘛。我们讲跟中国的比啊，就小巫见大巫了，就是多和少的区别，明白吧？有人说我就不相信多和少，咱有啥区别？好，我问你。你口袋里面有没有钱？有钱吗？支付宝有钱吗？有个100块钱，还200块钱，你反正是有钱嘛，对不对？少。马云呢？马云有100个、1000个亿、2000个亿，马云那也叫有钱。但是你们都有钱，是什么？多和少的区别吗？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？好，有人说五毛，哎，给我数据看看。五毛很生气啊。我们自干股，你天天说我们党腐败，有什么数据啊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就有，我是在微博上面找了，根据中国政府公开发布的信息啊，曲婉婷母亲，曲婉婷这个人是谁我不知道，我看了我在微博上面搜了，都公布出来了，涉嫌贪污案金额高的达到。3.5亿，我的天！好，不要，我们看下一个，我们看下一个，财新网，这是中国的官网吧？看啊，肃贪风暴6年来，120高官领刑就受刑，贪污金额最多超4亿，他说了，这不是我说的。我问你，美国有多少贪官贪污的钱超过4亿人民币的，对不对？唉，叫什么？被认定存在挪用公款、巨额财产不明、来源不明、滥用职权等罪名，对不对？我们这都是有数据的，有来源的，是吧？58名落马贪官、落马高官贪污金额排名，总计37亿多，人均6000多万。五毛，还有自干股啊！我想问一下，你家里面有多少钱啊？有没有那6000多万呢、啊？人家贪污就贪了，人均贪污6000多万，这是58名落马高官里面的58名啊，平均下来啊，《厦门日报》。又爆了，2018年12月12号又爆了，一处长贪污500万，哎呦我操，一个处长就贪污500万呐！
五毛同志啊，你这个一个月挣多少钱啊？还有支干部啊，你一个月工资是多少啊？人家贪污500万，哎，你看看，你看，哎，命令大老虎霸占市井花，生下9个儿子，贪污金额高达4亿。百度上可以搜到啊，可以搜到。霸占市井花，这是公安局的吧？公安局的，这人穿的是警服。我的个新娘啊，搞了4个女人，4个警官，生了9个儿子。哎呦我的，怎么上户口的？五毛啊，你家的户口怎么上的？啊，人家9个儿子都能上户口啊，贪污4亿呀！五毛，你这辈子都没见过这钱，支干部啊！你们爱的那个政党、那个组织、那个高官，贪污了这么多钱，对，搞了4个警花，还肯定不止4个啊，对不对？生了9个儿子，哎呦我的天，哎呦我的天，我都害怕，我这一说话，我的镜头都模糊了。害怕，我的天啊，这贪污的怎么这贪污的这么多啊？我们还有好多的都没说出来吧？我们就是讲公开的，就是你们公开的可以看到的。哎呦，最大贪官不，最大村官，记住了，村官贪污被查，316套安置房，金额超18亿。18亿，那除以7的话，相当于2亿多美元啊！哎呀，我的天，让我冷静一下，让我冷静一下，我的天，哎呀，我的天呐！不会，你们他妈怎么贪这么多钱呢？五毛啊，你们哪天打工能挣到这么多钱呢？你跟我说，跟美国比，美国贪官能有几个贪这么多？我问你。害怕害怕，我都不敢读了，哎呀，我都不敢读了。哎，有个网友说了，20年前贪官污吏，叫一人受贿67万，被判处无期徒刑。20年前啊，20年后的今天，当他看到现在的官员动辄贪污几十亿的时候，他一定出声哭晕在厕所。你看，这不是我说的，哎呦，我的天！哎呦，我不看我就吓一跳啊！我不看不知道啊！不看我知道中国贪污，当官的贪污嘛，哪个当官的不贪污？网友一看把我吓一跳，我的天啊，贪污这么多啊！你的钱你能花得完吗？五毛啊，你一个月多少钱？我不是你，你说不是五毛，你说我支干五，支干五，告诉我，你一个月挣多少钱？你够他几个几？够他贪几天呢？人家一贪贪4个亿，对不对？你够他贪几天呢？就你这德行，能贪个几天？够不够？够几天？够人家贪官几天花的？啊？不，贪官贪的不就是你们这老百姓的钱吗？现在能不能贪到我的钱了？贪不到了，我在美国洛杉矶，我是给美国政府、给美国州政府、联邦政府纳税的，因为我买的这些东西吧，在洛杉矶有那个9.5%的税呢。哎，有人敲门，哎，有人敲门。Hello，我来一个房，我来一个房东那个小孩，小朋友。小朋友送一点。送一点吃的给我们喝，哎，我们这个一看呐、啊，吓一跳，吓一跳，我的天！哎，刚才说到哪了？刚才说到哪了？不是贪污的金额太多了，五毛啊，就自干五啊，你们的工资能够几个月贪呐、啊？不，几个月都不够，几天都不够，贪官都看不上你们，你知道吧？
共产党贪官都看不上你们五毛，我告诉你，你们这些枝干部都瞧不起你们，你们一个月挣多少钱？好多都来这什么加拿大啦、美国啊、那个澳大利亚自产吗？买房吗？包二奶吗？那么子女老婆都出国了吗？对不对？五毛的，哎，五毛你们也苦啊，所以我啊对你们有话说，我要把眼睛洗一下。所以啊，五毛啊，我对你们也是表示同情呐、啊，也是表示同情呐、啊。你们呐、啊、就要执迷不悟，就把你们给杀了呢，你们还要把你们给卖了呢，你们还要鼓掌，对不对？把你们卖了，哎，卖出个好价钱了。卖出个好价钱了，哎呀，给主人，哎呀，主人好，主人好，就是这种。实际上，人家那个主人呐、啊，你那些中国混的好的，早他娘跑了；你那些当官的、贪污的，早他娘跑了。地下权杖多了去啊，早他妈跑了美国、加拿大，对不对？什么澳大利亚、新西兰买房呢，对不对？五毛，好好上班啊，好好上班，好好上班，你们挣钱也不容易啊。啊，枝干五呢就更可怜了。五毛人家比枝干五强，你知道吧？五毛人家至少还是挣钱的，枝干五呢被人卖了，还他妈鼓掌，鼓掌之后呢心甘情愿鼓掌，哎，赶快给我卖个好价钱。另外我们说你这属于奴隶呀、啊，不能买卖人口啊。妈，枝干五不行，我就要卖，不卖不行，对不对？就要跟着这个主人卖，枝干五不行啊，我说你。枝干五真的，而且卖的钱呢，不要给我，对不对？不要给我，我就全给主人。我哪天，这个枝干五一想，哪天卖血啊，卖血的钱都要给主人，对不对？枝干五嘛，这些人更可悲呀、啊。所以呢，哪天呢，我以后我有空嘛，待会儿我洗个澡，我要再录个第二集。我对五毛，还有我跟这些五毛这些同胞啊，有话说。有话说，我有许多话想说，许多话想说。好了，欢迎大家投稿啊，说建议我这个一个系列吧，跟五毛对话的这个系列取什么名字，大家都可以投稿，我来看看。好了，拜拜。啊，对对，广告，欢迎大家点击广告啊，欢迎大家看啊。如果一分钟太长的话，你就看个半分钟吧。一分钟确实广告太长了，那你就半分钟啊！谢谢，拜拜。